量罚款500。刘主管，现在迟到一次要扣这么多？他迟到太多次了，我的规矩我说了算，不接受的可以离开。真是拿着鸡毛当令箭。是啊，扣这么多，怎么生活呀？这么巧，又是你啊，500。刘主管，我知道我最近迟到的有点多，但您这个罚款是不是有点太？还讨价还价，是不是还想我给你打个折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明天不用来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能丢了这份工作，您再给我个机会，我保证不再迟到了。你走吧。刘主管，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这是给他开好的请假单，你拿给他吧。啊，带薪休假？我妈妈生病了，我去医院来回都要3个小时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迟到的。我不喜欢说煽情的话，你让他回去把事情处理好，复工日期他自己填。嗯，没想到是我错怪你了。哇，真的太谢谢他了。你呀，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都不跟我们说一声。我也不想麻烦到大家。没事，工作的事情以后再想，先回去好好照顾妈妈吧。佳敏啊，你现在在哪呢？我呀，我在医院照顾我妈呢。哦，没事儿。亲爱的，谁呀？哎，没事儿，公司同事，烦死了，带薪休假还来打扰我。